铁头啊，你会打篮球吗？略懂略懂。我这边买了个球赛，需要奖品，你看做得来吗？问题不大，晚点来拿。那就交给你了。高啊，你认为国内的灌篮高手是谁啊？我认为是姚明、易建联，好像还有一个叫蔡什么，记不起来了。我是铁头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会做的都给你做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。